我们带唐妞去吃一下柳州的这个螺蛳粉，他老是吃盒装的，要带他吃一下店铺里面的，吃一下多种口味嘛，好不好？你那个不是店铺的吗？所以都不一样啊，吃少一点，等一下吃饭。螺蛳粉标配，哎呀，我们这螺蛳粉的标配就是这个。OK， 等一下这个粉，加入。加鲜油，你们出去买油去吗？没有加油，还要加牛奶。加点牛奶，加牛奶的，每分钟加牛奶。五块钱一份。啊，五块钱一份的。两块呀。加，给他加那个牛肉吧，这个牛肉有点贵。中了。等一下看。啊，这里的螺蛳粉呢，是每一个到这边来的好朋友呢，我可能都会带他们到这里来吃一下。他们加呢？啊，加全部加羊呢？到了柳州你不吃碗螺蛳粉怎么行呢？加油，那个关。好，我们加油。我加螺蛳粉大包。那个是隔天，是隔天回家。没有辣椒。拉面锅有没有辣椒？里面不会啊，红茶。快吃饭了吧？哇，这是谁的？这个粉不多。敏姑的。哎呦，敏姑。有两粉，知道吗？老婆一个人做一个独面吧。我走这边。老板，你不吃酸了是不是？对的。宝贝，哎，宝贝。哇。来呢。打完呢。帮我拿几个。吃螺蛳粉一定要大口吃，因为太小口吃了没有味道。看一下有什么料、啊。花生、腐竹、酸笋、这个酸、牛腩、空心菜、冬木耳都有。还有。啊。让他感受一下，等他吃完了，让他感受一下哪一种啊？哎，你们那边应该也有螺蛳粉店吧？嗯。有这么好吃的吗？味道怎么样？肯定没这边好。爽不？那粉钱给够了对吧？太热了。十个粉都湿身了。你吃不好看，我跟你说。衣服全部都湿了。我看一下自己这张老脸。真的是看不下去了。老肥看得下去了。嗯，太热了，不吃。我的都吃成这样子了。你看我的都没了。没有了。阿欢的呢？阿欢这个，阿欢这个小胃也是一样的。唐妞，你不是最爱吃螺蛳粉吗？这一回早上、中午、晚上让你吃个饱去。一天三顿都是螺蛳粉，等一下晚上还是螺蛳粉，宵夜还是螺蛳粉，四餐。有没有立即想去火车站的感觉？我的个天哪、啊！唐妞特别能吃辣，我们吃的吸嘴巴，她吃的没反应。哇哟！啊，老板，几多忙你？旁边家具少不？你今天还有物品袋不？看看打折了咯，这里找的咯，这里找的咯。哪个是少咯？哪个是打少的不？哪个家电的不？来搞，来搞一下。来快物啊！那这时候只有峰哥的手机有电了哦。都没有电了。对啊。我这边有电没钱，那怎么说的？一般来市场，我连手机都不带的。我跟你们这种人在一起。老白，你带手机没有？我先走了啊！你看，哎，我先走。哟，我也没手机哦。没事，我在这里打工。我手机呢？是了个精光。放心，你刚才去车上拿了的。还有我不晓得昨天。没电了是吧？昨天刚领的钱，我操，费劲了。三妞，一点的话，吃饱了没有？饱不饱？饱，今晚上不用做菜了。哎，哎，回火车站了。到了。这回我这一个不吃辣的。大家回去了啊。
就是那种辣他说分量太多了，吃不完。哎，咱们有朋自远方来，一定要感受一下咱们柳州的这个螺蛳粉。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赶路回家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打开西瓜视频，点击头像进入个人主页，点击我要加入，加入我的粉丝团，加入成功后将获得粉丝团专属勋章。